黄毓民议员。主席，而家咧呢个好明显系一个政治问题嚟嘅咧，系咪？政治问题就政治解决。你而家周围落晒闸，咁啊监狱嚟嘅呢个。喂，呢度系代表香港300多万人嘅一个立法机关，系负责监察政府。你啊唔好同我讲，包括你啲官都系，你翻屋企瞓觉唞下好过啦，系咪？或者翻你办公室做嘢好过啦，系咪？你啊梗系话，喂后边仲有10多项排紧队，咁都冇计噶啦，系咪？点解你唔将呢个收翻去？后边嗰啲排上嚟咧，冇争议嗰啲，明明可以做嘅都唔做，即系你喺度斗气，大家喺度斗气，系咪？仲有，琴日就喺度制造白色恐怖，拉3个人。我当日喺现场，有几冲撞嗰个立法会啊！我唔明秘书处点解要打电话叫你差人嚟呢个立法会，荒谬到不得了。冇人谴责陈维安，我谴责佢，话俾你听。包括呢个立法会主席，有咩安全问题啊？而家都未见过大蛇屙尿，咁样叫冲击啊！我全场喺现场，有一个我哋立法会嘅保安不知倒地，嗰、那个门口出唔到，系咪？你啲差人就杀到嚟，嗰啲人就以为封闸，就喺门口度顶住。我都问过啲差人啦，啲差人话你立法会打电话叫佢哋帮拖嘅啫，立法会点可以俾差人行入嚟嘅咧？立法会点可以容许差人行入嚟啊？请问有冇人可以答我呢个问题啊？咩理由可以俾差人入嚟立法会啊？我哋有个权力特权条例噶嘛，系咪？你保障唔到我哋，喂，即系大佬，你差人入嚟即系吓我哋，即系唔俾我哋讲嘢，系咪？当日坐喺嗰个系一个大堂，系咪？亦都唔系靠近会议厅，嗰、那个基本上系一个公开嘅地方嚟嘅。我话俾你听，而家又要做好多措施，行政管理委员会又系立法会议员组成嘅咧，即系你全部应该即系老实讲，讲句难听啲，你真系愧对你啲下一代。你以为而家维护到呢度安全，你维护边个安全啊？请问啊，整到立法会好似监狱咁，你系惊死未噶？咪迟早一镬大大镬噶，而家唔系讲笑噶。嗰日我有份叫啲人散嘅。而家用呢种咁嘅方式嚟限制啲议员去发言，你话而家讲咗好耐啦，5月到而家啦，5月中到而家啦，咁啊点啊？咁你咪收翻去咯，你后边嗰啲项目排翻上嚟咯，好简单啫嘛。咁你又唔制，你即系斗气啫嘛，斗气咪大家嚟斗咯，系咪？一定唔俾你过噶啦，系咪？好简单嘅道理啫嘛。大家唔需要喺度浪费时间、浪费生命。政府而家收翻嚟就得噶啦。你梁振英系嘛？你收翻。下位陈。